大家好，我是河内的乔治格鲁尼。今天我来到中共天门宫。今天举办中共天门宫的秋季历大祭，就是说秋季祭祀的啊。大概啊，波摩地区的秋天酒吧很热闹的秋季祭祀，德昭千秋道不万格。好，天门宫内看一看，面包超凉。薯条、气球，现在人少，棉花糖、啤酒、关东煮。蛋糕的祭司蛋糕，就像我说兔子的帽子，有小池塘、小桥，巧克力水果，鸡蛋蛋糕，炸鸡肉，苹果糖，气球，大概都是一样的，没有特别的。哎呦，金鱼，好多金鱼，好多金鱼，电子游戏的什么什么的啊，玩具。哦，先生，好多警察。警察来了啊！现在在本殿里举办盛事，他们穿上江户时代的服装，传统的服装，后边的拍摄平安时代的贵族的服装。现在举办盛世，
老外美女，我惦记她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西洋的女孩子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他们的目的是劈裂橘子，打破橘子。踩球！哎呦 ，double 踩球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的场面。破踩球，一个绅士的表演。还有马，马，观众好多，好多人看相扑，你看很多很多。钓鲨鱼，烤鱿鱼，巧克力香蕉，炸鸡肉，怎么说呢？抽象，啊、念秋国籍，好幽默的，有趣的东西。鸡蛋蛋糕，啊、牛内脏，炒乌龙面，好，这是有特色的中宫天满宫的神教，坐垫式神教，这个是。坐垫、乳垫，这神教是小朋友用的，比较少。后面的是大的成人用的。我们中宫天满宫的坐垫式神教是全国日本全国坐垫式神教的。发源地的，从这个天王宫转的，这样的新转的，新转的啊，神教叫小朋友用的，大人用的，这两个是一样地区，所以。坐垫的颜色一样的，小朋友用的神教，现在开始进入天满宫。进入天满宫前开始表演。现在那个成人抬起来吧，但是我小时候参加过，我小时候小朋友抬神教，现在渐渐孩子减少，所以现在成人抬起来了，成人用。
小朋友用，一起抬起来啊。每个地方的名字，好，成人用，小朋友用，放在一起。哎呦，那个现在小朋友用的领导是，哎呦，小朋友女孩子，我小时候不能当，小女孩子不能当领导，现在社会情况变成了。女孩子，我小时候不能当领导，因传统的规定，由于传统的规定，女孩子不能当领导。但是现在社会情况变强了，现在会领导。